靠近一点，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那请我们的长官以及教练朋友们看一下前方媒体大哥的相机，那为今天这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刻呢，留下一个美丽的画面。小心，小心，大哥，小心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摆一个，我们看一下左右旁边的朋友们的一期哥的相机，谢谢。到哪边？好，那接着呢，请大家将你的目光看一下右方的媒体大哥，谢谢。愉快的一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后面。来这边。好的，那我们在这边呢，询问一下现场的媒体朋友们，如果有需要平面专访的媒体朋友，请举个手，让我们穿着黑色外套的工作人员知道，现场的媒体朋友们，有人需要做平面专访的吗？好，有做平面专访的媒体朋友，请举个手，让我们知道，等一下我们后续会安排平面专访的时间。婚纱办。婚纱，婚纱。我感觉可以拍婚纱照，对不对？我擦伤吗？太专业了，这边真的，我真的很会拍婚纱照片。来，左边，大家 OK 吗？这边，这台谢谢。还有哪个有需要？谢谢。